了轻摇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的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亘古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途不知后退，将梦想萧炎重返旧地，却发现此处已被神秘强者占据，一言不合之下，美杜莎与灰袍人大打出手。激烈交战中，萧炎发现神秘强者竟是故友小医仙，可惜小医仙选择离去，不愿相认。追求无果的萧炎只好返回山谷，为晋级至斗皇做最后的准备。而紫妍则与美杜莎女王一起大闹魔兽山脉，夺取天才地宝。最终，紫妍获取了足够能量，从而也迎来了晋级的契机。鸡蛋药性真是霸道，好在我及时散火，没出什么岔子。不过贪心了些，舍不得最后一副药材，结果气息不稳，引发爆炸。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紫妍所化。他要进阶了。他化茧已经好多时日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半点异动，看来这进阶时间不短。你的气息也越来越虚浮不定了，体内的斗气时强时弱，怕是很快便要突破到斗皇了。这次炼丹对我的好处不小，据我所料，这个突破契机很快便会到来。斗王与斗皇之间的差距极大，想要突破至少也需要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，方能真正的完成蜕变。此次炼丹持续了一个月时间，想必大哥他们派来的人也到了，等我将丹药送出去后便回来闭死关，此次闭关不达斗皇绝不出关。老师等着我，弟子会尽快提升实力，将您与父亲解救出来。放心吧，我在照看紫妍时也会顺便替你护法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先多谢了，我先将丹药送出去。这是卡刚大叔。这于平看着小，但威力着实惊人，能重伤我女婿的同时，还能击杀我贺家两位强者。
是能多搞点这个东西，十几个一起丢出去，岂不是斗王强者也要暂避锋芒？这个东西你是从哪弄来的？在山中猎取魔兽时偶然所得。看他没说。我没事，不知好歹，说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我在魔兽山脉中偶然所得。最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住手！看来你是一心寻死啊！这一箭射出，便用你的脑袋来替代。萧大哥，萧炎兄弟。这位朋友，此乃是我贺家之事，还请不要多管闲事。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，敢来我贺家撒野？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今日之事，难道还真打算插手不成？一炷香之内，离开青山镇，我可以当此事未曾发生过。真是后生可畏呀！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敢如此跟我说话的人。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，就是，居然敢威胁家主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他怕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吧？兄弟，兄弟，这次是我鲁莽了，不该连累你啊。卡冈大叔，放心吧，今日血战佣兵团，不会再有一人伤亡。看得出来，阁下不是寻常人，但我贺家也并非无名之辈。我贺家纵横江湖几十余载，敢与我贺家做对敌，就连青山镇都走不出坑。上，剁了他。这世界上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总是那么多。这一巴掌是为卡冈讨的公道。年轻的斗王强者，黑袍，姓萧，萧炎，你是炎盟盟主萧炎？啊！
萧盟主扰民呐、啊！不知道萧盟主大驾光临，先前多有得罪，哎，请萧盟主不要跟小人计较。怎么，不想留下我了？哎呦，萧盟主莫开玩笑喽！刚才是我瞎的眼，才将主意打到您的身上去的。现在知道您的身份，再借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冒犯呐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了。萧大哥，他竟然真的是那个打败了道宗强者的炎盟盟主！我居然。与炎盟盟主有交情，萧盟主，前些日子我贺家已收到炎盟的邀请函，而小人也早就决定要加入炎盟，前往炎盟拜见盟主。没想到这么快就亲眼看见您了，果然是人中龙凤，实力超群。看来大哥已经开始谋划壮大炎盟了。小人，收拢帝国内的众多势力，确实必不可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嘿嘿嘿，小人喝浅。只要对炎盟忠心，我自会记在心里。待日后有所功绩，虽不敢说能让你直接突破至斗皇，可斗王巅峰倒是不成问题。啊，多谢盟主啊！我贺家定会忠于炎盟，鞠躬尽瘁。另外，血战佣兵团与我是旧识，今日之事可以接过。但日后你贺家再暗中动什么手段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萧盟主，今日是我贺浅不长眼睛，得罪了您的朋友，日后定会给血战佣兵团的几位当家赔罪。卡格纳叔，这丹药能在短时间之内使你的伤势痊愈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没想到萧炎小兄弟就是那炎盟盟主。我今日之事已解决，卡格纳叔、灵儿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告辞。恭送萧盟主！恭送萧盟主！恭送萧盟主！萧大哥，怎么出去这么久？你气息波动越来越大，体内斗气也不断外溢，必须抓紧时间闭关了。刚才送丹药时碰上了点小麻烦，体内斗气爆发后，这斗气便越来越不受控制。小丫头，我也要闭关了，希望等我出关时你已经进化完毕了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丢在这荒山野岭。这次突破至少也是半年光景，怕是要辛苦你了。等你闭关出来，我会回族中一趟。这次回加玛帝国，我还未曾回过蛇人族。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？不用，我们蛇人族不欢迎人类。时间紧迫，我立刻开始必死关。至于紫妍，就拜托你了。看来这家伙是怕去蛇人族，希望你们能顺利突破吧。
竟然引来如此庞大的能量。这帮犯人的东西，空间封锁。这样一来就没事了。真是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。这么多年来，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找我。什么？祖宗遭遇大难，我必须回去。等事情解决完毕后，我会回来的。这道防御足够保护你们再次完成进阶了。蜿蜒的长河，落叶就随漂泊，总不留恋着那些早已褪去的颜色，花掉了不舍，该放就放，也许不必背负太多枷锁。过去的就过去，就过了别过，何必再多说，赢了了就去做承诺。这里是魂殿。不管愿意与否，命运都将我们聚到了一起。杜伟，命运是由你自己决定的。终有一天，这个世界将被踩在脚下。我要修仙。人若犯我，退让三分；人再犯我，斩草除根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是会相见，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诚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去到那神殿，也许只因永远太远，封空了昨天，记忆在沉淀。
些贪念。